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准人。接下来实况是《黑暗灵魂三》，然后最近有一个礼拜没玩。对，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就是学校跟家里比较多事情，所以就没办法来录制游戏。那这边先跟各位观众先说声抱歉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就是都处理完。对。所以说之后我就一样会继续录制我的游戏。对，那短暂说明就先到这边结束，那我们来开始游戏吧。好，先让我想一下我上次玩到了哪。我印象是我我想一下哦，我打了那个霸王沃尼尔，是不是？看一下我身上的装备，负重。OK， 然后我在上次结束之后，我有发现一件事情，我好像有漏了一关没打。对，就是那个什么叫幽睡教堂。对，对我这边我竟然把它漏掉了。所以等一下今天的话，我就把这个流水教堂给打一打吧，把它打完。不然我怎么想说什么上次打的有点难，难度有点高。Welcome home, speak very well, then take note. 看一下我有没有能不能升级。不太够，没办法升级。骨灰。守墓人的骨灰，看一下有什么静心的商品。哦，有了，这个是不死队的。好，看一下我身上的材料。先去补充一下好了。因为我发现我的材料有点不太够，我的备品。我现在身上是几个？等一下，还是我身上一个都没有？抱歉，对，有点一段时间没玩，有点搞不清楚。这应该是我没有，还是我身上已经有了？好，没关系。Goodbye. 看一下就知道了。15颗。哦，我再把飞刀换成这个了。会有割弯刀。没有碎片，确认一下我的身上的装备。好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那我们赶快出发去幽睡教堂，尽量是赶快刷，赶快通关。因为我记得这个地方是个非常，这个地方其实蛮难玩，蛮难走的，到处都是那种陷阱，不是很麻烦的怪物，就会有什么巨人啊之类的，都不好打，对，所以能不死，其实来应该是不会啦，通常玩久了通常就不会。不会有这个困扰，只是会比较花时间。小装备这样子狗。喂。元素碎片一个。好。好，这边有两条。先选择走这边停。这一条。
小心一点。哦，这边是讨人厌的家伙。啊，糟了，我没有带那个。惨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啊，算了，不管了，直接给他砍。这是失策。啊，前面这个恶心的，这是不知道什么东西。身上有虫子，等我一下哦。先回去，为什么要回去呢？因为通常只要被这种虫、这种怪物，就我前面这种虫组成的怪物嘛，它身上会有那种什么寄生虫之类的，那你只要被它攻击到的话，它就会一直残留在你的身上。对，就蛮恶心的，然后你就会一直出现出血状态，所以说这时候，除非你没有被他打到，要么就是被他打到，就是买一个火把，买一个火把，然后当你被打中的时候，就拿出来往自己就是身上举火把，然后他就会把那些虫给弄死。看一下我身上。这个就是别带。好，就这样子。好，再来一次。然后我记得这一关的 BOSS 其实也不难打，对，就是比较麻烦而已。就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啊，像我上次打那只，其实那只很好打，上次那只很大只那只骷髅头，对，就是一个人就可以很简单的解决掉它。好，对。哦，又回来了。现在可以奋不顾身跟他打。喂喂，三刀。啊，现在看到我中间有一条那个红色的那个出血量一直在增加，你有注意到？啊，现在看我身上。超恶都是虫，对，然后只要拿火把，它就掉了，就有点像这样，反正就是你要被寄生虫寄生之后，你就拿着火把，它就会把身上的虫给烧起，对，就不会持续增加出血的效果，和那个什么出血那条剂量表，对，好，继续往前。喂，再来一次，给他扒一下也没有很痛，对。神木灵草，哎。一刀加一级狼剑术就可以解决掉它。好，继续往上走。哦，有结晶蜥蜴，窃取石碎片。哎，不要跑！
光辉切行时，应该没东西。好，继续往前。前面还有一只。哎，上上。好，那边我看一下，我印象中是有一只长大的结晶蜥。对，好不容易才长大的结晶蜥，就在这里。喂，很硬。嘿，嘿，狼剑术，龙鳞窃行时，解决。接下来火把很有用。这时候就听他的吧。嘿。超恶心的虫虫怪，咬毒戒指，看一下，对毒提升对毒体的抵抗力。我是不知道这个他说的毒是对剧毒还是对毒中毒，反正两种是不一样的东西，这点要记住。对。所以说大家写说什么，只要你中了剧毒，你就别妄想可以用普通的那种毒药草可以把它解掉，那是没办法，一定要有富有剧毒效果的药草，对，才有办法把它取消掉。前有骗子，没事。我怎么听到召唤记号的声音？窃行石碎片，那边就是回来了。这边看看有没有路可以上来。我这边窃行石碎片。接下来上很有用，另外前有安全区域，安全区域吗？哦，这边好像就回来了。等一下，他说上很有用是什么意思？我听不太懂。哦，这边就回来了。那重点就是他说的上很有用是什么？这边应该就没东西了吧？对啊，这边没东西了，应该是要从走上面回去吧？对，那回来吧。先出去。哦，这边有召唤记号。我可以召唤，无法召唤，宝贝儿，真的没关系。哎，我要点萤火，不要跟我说我被入侵。这个人怎么死的啊？死在萤火堆旁边是怎么回事？中毒死的吗？哎。该不会被入侵了吧？不要这么衰啊！
不让我做音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，这是 bug 吗？我竟然不能做音了，那算了。冲喽！怎么？啊，致敬！手拍，好多的骷髅头。不要挡路。东西，雅斯特拉大剑，雅斯特拉大剑 ，OK， 嗨，来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东西，哦，有了，捡捡捡，即将消逝的灵魂。处刑者大剑，然后中了陷阱，走开！别挡路哦！这个地方的这些骷髅头都会一直不断的重生，所以你不管砍多少都没有用，只是看到就直接走了。我来了。稍等，这么借的东西，还是在上面。不是这边。哎，陷阱，陷阱，陷阱！放开我！喊你们！好，在那边，那没关系，先往前再说吧。怎么会？怎么会？喂，好治愈，魔宠东西万岁。好，前面出现超难打的怪物，这怪物超恶心的，看就觉得恶心。好来了，某种意义来讲，这个家伙非常难缠。好，他被我很快解决掉了。来捡东西。嫩白树枝。哎，这怪比较硬。来历不明的大量灵魂，来历不明的人，大量灵魂。哎呦，为什么他还打到我？修理功粉，不食人骨，还闪人。前有进路，这边就是捷径。抗揍大队，小心为妙。踢，啊，应该是没东西啊。来继续往上走，
然后这边就是他的大门，邪教堂大门，红虫药丸，这应该没办法直接从这边打开，要从里面。可以直接打开吗？不行，这要从进去里面才有办法打，才有办法打开这扇门。箱子，还不是箱子，锈斑硬币。是一个雕像，看来要从这条路前进。还放箭，好阴人啊！来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。不要直接在上面射箭，好下来了，你完蛋了你！行呢，他一刀就死了。超讨厌这个地方，这地方超危险，所以我很害怕我会挂在这个地方。这边都是陷阱。哎呦，挂在那边。嘿，看那里还有，超危险，都是这种陷阱。小心有妙，对不对？嘿，还想爬上来？里面有一只，嘿，去吧你。好，这边应该就没了。先检查一下，因为被偷袭可就不好了。好，你们死定了，你们！还放箭，还有第三只啊！别再放了，我求你！先发制人，没体力，有了，致命一击，好，没事没事，这一看就知道是陷阱。打到啊！超明显的陷阱！没打到，超级危险呢，真的，完全不能放松，放松就会死在这边。这看起来是超危险的，前面又是那一只，超讨厌，超讨厌那一只，就你的大妈啊！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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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，被扑到！听他的笑声超恶心的。听过什么叫做落下攻击？吼！好了，解决了。这只真不好打，我不想浪费太多血量在身上。
不死人猎狩猎鹿附符，应该是没了。好，继续往前。啊！来跳舞，跳舞，好，叮，解决。这边我，你也跳不过去吧？我不敢尝试，我跳过去我应该就摔下去了。我印象中这边超危险，这边都是陷阱。让我确认一下这里。我这都是陷阱。哎哎哎哎哎！烦呢。狼剑术。麻烦麻烦，浪费我一瓶药纸。小心确保还有啊，两只。哎，因为还有一只，还来，好，没了。真是有够阴的！哎，这边有蹲五只，没事。嗨！哎呦呦呦呦！为什么会这边会有一只？没注意到。红虫药丸。好，没事没事，前面要当心头上，哪里？头上吗？好，应该是没东西了。那我的魔力怎么没了？暂时用奇袭回一下血。怪怪怪！来了来了！嘿，好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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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解决！哎。解决了，这边我记得有东西，还是没有，应该是没有。确认一下，好，没东西。两只，跑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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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就自杀。两个八七，好，我们也快要抵达教堂的另外一个门口。哦，就这边了，前面这边超多人，要小心，这边陷阱很多，斩！哎！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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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！要跑就对啦！是嘞！
打歪了，明就有暗瞄准。嘿，嘿，巨斧，好，差点就死在这边。哦，应该是没东西了。余火，这边有东西，前面要当心走。好，你被我解决掉了。来开门。哦，进来了。幽邃教堂，看起来就超恶心的地方。巨人，超大只。哎，恶心的，这包这也不能叫史莱姆，超恶心的。它比史莱姆还要更。MSM 比较可爱，他超恶心的。决斗物啊！喂，现在还有，哎，哎，直接该死的一教徒。这边有两条路，前有萤火，好，终于啊，只要不要出什么意外就行。好，这边前有隐藏道路，开捷径。哦，这边有东西，哎，卡住了。哦，那是。巨人吧，然后这边是什么都没有。好，没东西，哎，没有东西。开门。好，到了，去休息一下。